没梯子，上不去。下雨呢？大晴天下啥雨啊？什么剧？二人转呢，我倒会两句。平均没学过。听别闹了，我是唱歌情歌对唱，咱俩来一首，来一首。我知道情歌对唱不唱。你不是天天搁这练的吗？练啥了？我唱一句了吗？这天天搁这嚎了。我尤其是我唱的时候，把女生部分唱了，男。二位还需要再点点什么吗？我们这儿快要打烊了。打烊了？打啥烊啊？回来回来。 我包酒了啊！白玲珑，无线电呢？无线电，那个我这不练歌呢吗？无线电等我练完了再拆了啊！你这属于是玩物丧志。玩我丧志？还玩物丧？等他先好两天呢，行不行？等他先过完瘾呢，完了我再练。等他过完瘾，地球就都打烊了。好的，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《冬至》的你。 我不记得还有作业啊。你天天能记得啥？白玲珑，那么别说话了，要不然我就把你的名字记到黑板上。我作业写完了。我宁可挨说，我也不抄你的作业。你怎么还说话呢？班长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正正他总拐到我，完了让我说话。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行，我把你俩名字都记下来，一会儿我就告老师。同学们，作业都做的怎么样了？报告，老师，我的作业已经做好了。非常好啊，恶奴，非常好。小七。 老师，我大部分都写完了，就是有几道题不太会。你这可不行啊！你这一天光知道臭美，你得向婀娜同学学习，是不是？还有你那头发什么时候染？你明天给我染回去啊！婀娜同学继续保持啊！白玲珑，你作业呢？老师，落家了。 哎呀，你这作业都落家一个学期了，你咋不把自己落家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那个作业所有没写的，一个抄10遍，明天给我带过来，听见没有？你看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作业呢？老师，你留过作业吗？正正啊，你这个病不轻啊。 明儿啊，叫你妈带你去医院好好看看啊！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成绩，老师呢决定成立一个互帮互助学习小组。啊，从明天开始，小西同学你就帮助傅政同学学习辅导。谢谢老师。
但是我怕在学校里学习不好，我申请去骆小溪同学家里学习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申请去骆小溪同学家里面复习。鼓掌。非常有上进心啊，这位同学。那什么，白灵童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去恶诺家学习。老师，我申请退学。谁给你做了嫁衣？冷冷冷冷，冷冷，快起来！冷冷，你给我也做件嫁衣呗？做啥？没有那么大码的。挺热闹的呀，在这儿呢。小溪啊，小溪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行。小溪啊，要不你也来一首啊？我不唱了，你们玩吧。哎，那你不唱，那我给你唱一首呗。我有一首歌，我一直想学，学完了唱给你，今天正好。小溪，千万别听，我就是瞎唱。你昏死过去。那个小溪啊，那个我就耽误你五分钟，好不好？就五分钟，给我五分钟，给你全世界。那你唱吧，玲珑，你坐这唱，坐这唱，那边太挤了。不挤。在这个喜庆祥和的日子里，我要把这首《因为爱情》献给我和我的小溪，为了我们的感情，友谊，友谊地久天长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突然也曾经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没有什么事情，跟我们去野外生个活吧。哎，那别过来，不然我就喊人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要劫色？冲我来！上一边去！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小树林里，就算是喊破了喉咙，也不会有人听见的。住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想，惊讶，我们要干什么来着？你起来，小溪，你放心，有我在。龙龙，有我在，你快走。你们两个听好了，这个我带走，这个你们看着办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的，别管你。走。站住！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？别跟他废话，揍他！使用武术。你行，咱们等着瞧。
玲珑，谢谢你。都是会突然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太好听了。小溪，小溪。玲珑。小溪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从我的歌声里听出来那么一丝小感动？这个调跑的呀！再说了，你这是什么曲风啊？我都心疼这机器。小溪，小溪，玲珑，听出来有一丝小感动。喂，玲珑。你跟杜婀娜，你俩基本上属于一个风格的，所有的歌到你俩嘴里全能唱出原创的感觉。懂我，懂音乐，懂艺术。郑铮，郑铮，其实最懂你的人是。